中正国防干部预备学校，位于高雄市凤山区，占地73.5公顷，校园绿草如茵，环境清幽，为唯一隶属于国防部之高级中学。为开拓优秀学生来源，使军事教育向下扎根，让青年学子及早认识国军，落实全民国防观念及爱国情操，以培养国军未来领导人才与优质干部为目标。中正国防干部预备学校自民国65年建校以来，为陆海空军军官学校及国防大学政治作战学院培育许多军中优秀干部和国军将领，均担任国军各阶层之重要职务，对于国防军力的提升影响十分深远。中正预校的创立，旨在因应建军需要，其能及早培育优质的国军骨干，为为国用。蒋故总统经国先生在民国64年行政院长任内指示，合并陆军预备学校、海军官校预备班、空军幼年学校，并增训政战预备生，于民国65年5月16日正式成立。自建校以来，在全体同仁辛勤耕耘下，已成为一所师资优良、设备完善、环境清幽、竞争力强之高级中学。中正预校教育以德、智、体、群、美五育均衡、树德兼修为目标，着重多元价值的均衡发展，借由各类教学活动、规律的作息与体格的锻炼，使学生人人具备人文素养、科学头脑、钢铁体魄及国际视野，为国军打造未来优秀的领导管理人才。目前中正预校国中部招生对象为具国民小学学历之国小应届毕业生，高中部招生对象为具国中学历之学生，修业期间各为3学年。中正预校每年依国防部政策指导订招生员额，采小班制教学，增加师生互动灵活的教学方式，借此提升教学品质，以为国军未来优质化人才奠基。除了学科能力外，学校也提供完备的运动设施，让学生每天课后皆有充足的运动时间及空间。在学生生活教育上，更透过辅导学长及学生实习干部制度，明确律定各阶层权责，增进责任感及荣誉心，以提升学生领导与自我管理能力。另外，更有学有专精的军职干部照顾及辅导同学，就像和乐的大家庭。中正预校课程内容均依教育部规范，授课内容与一般国高中完全相同。本校教师除为教育部检定合格之专任教师外，更鼓励教师继续进修硕、博士，倡导终身学习，以增进教师专业知能与服务热忱。中正预校特别注重学生的英语能力，因此特别设立语言专科教室，透过完善的视听教学系统，全面提升学生外语学习环境。此外，本校更聘请外籍师资，经由中外师协同教学，中师以教育课程为主，外师实施语言互动情境教育，透过体验式互动教学，强化学生英文听力及口说的能力。So I know that the students here, the cadets, come from all over Taiwan, not only Kaohsiung, and all kinds of backgrounds. So I think this i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them to get some international level education. And I think our goals are especially to focus on spoken, natural, conversational language. 除英语学习外，也提供法语、西班牙语、日语等第二外国语言选修，让学生透过多元学习接触各国不同文化及样貌。
ils sont très intéressés, ils veulent apprendre et ça donne une bonne chose pour eux. L'éducation, c'est ce qui leur apportera forcément quelque chose de plus et leur donnera envie d'aller plus loin dans l'étude du français ou d'une autre langue juste pour étudier. 除部班英语课程外，依本校教学发展特色，另实施 American Language Course ALC 美语教学，并于暑期举办英语夏令营，增进学生英语沟通能力，体验国外文化，开拓国际视野，培养学生成为具有国际观的世界公民。为提升学生多元学习风气，亦鼓励学生参加校外学艺竞赛，拓展学习领域。校园内教学及活动之设备更是一应俱全。在教学硬体的建制上，本校设有包括了物理、化学、生物实验室、地球科学教室、语言教学研讨室、视听教室、电脑教室等等之专科教室，以及科学及艺文等展示空间。为了推动资讯教育，因应国军资讯作战能力，特别建制资讯专科教室及行动电脑教室，学生上课均采每人一机教学方式。如此完善的设备规划，让中正预校在学之学生能享有齐备资讯教学环境。本校图书馆目前馆藏图书共计60000余册，期刊近100种，视听资料共9000余卷，每日并提供各大报刊供读者阅览。馆内更提供各类电子资料库及线上学习检测系统，并有舒适的阅读环境。值得一提的是，本校更建制有完善的活动设施，包含了32座篮球场、6座室内羽球场、排球场、网球场、棒球场，以及国际标准规格之户外游泳池。另外也设有足球场、手球场、综合田径场、室内体育馆、重量训练室等设备，让学生拥有多样化的运动空间，以达到强健体魄目标。课余之外，鼓励学生参与多样的课外活动，以增广学习兴趣，充实休闲生活，培养团队精神，培育领导人才，激发服务热忱为目的。目前有多元而丰富之社团供学生选择，其中乐器队整齐划一且精彩的表演更是享有极高之评价，深受各界欢迎。预校更特别规划一系列的德群育塑造计划，诸如新生调适教育、心灵讲座、志工服务、军校参观见学、公民训练及竞赛活动等。透过体验式的学习以及与各校师生之间的活动交流，培养学生品格、团队、服务精神及陶冶中正青年特有的气质。预校学生福利佳，拥有舒适生活空间及学习环境，除享有公费待遇外，且每月领有零用金6000余元，未来工作有保障。校内生活机能完善，营站及超商可满足提款、采买、理发、小吃等生活所需。校园内更设有医务所，医护人员诚挚为学校全体同仁及学生尽最亲切之优质医疗服务，提供同学们有关健康咨询、预防保健、生毒体检以及平日之医疗门诊、急诊、后送等医疗之事项，以维护学生健康安全，让每位同学都能够心无旁骛，安心就学。中正预校国中部3年级学生，符合高中招生简章锁定入学条件者，升读高中部、高中部应届毕业生，参加大学学科能力测验成绩达录取标准者，升读陆、海、空3军官校及国防大学政治作战学院，
军官学校毕业，历练各阶层职务后，继续接受军种进修与深造教育，或依国军干部终身学习规定至国内外攻读硕、博士等学位。中正国防干部预备学校借着完善的课程规划、严谨的教育训练以及规律的团体生活，培养学生爱国情操，陶冶高尚品德，奠定渊博学识，锻炼强健体魄，增进国际视野，使学生成为允文允武、树德兼备并具有国际观的现代青年，为三军军官学校及政治作战学院储备优质学生，进而达成培养国军重要基层干部之目标。